外界关心小三通何时复航。我们在院落里面已经才是交代，要帮助金马的乡亲以及在中国工作生活的国人同胞能够借由比较方便的方式回来团聚。外界关心小三通何时复航。另外，美国政府正在监测中国可能发现新变种，也有学者称疫情大爆发对病毒有不可预测影响。要过年了，过年亲人团聚是国人最重要的节庆，我们在院落里面已经才是交代，要帮助金马的乡亲以及在中国工作生活的国人同胞能够借由比较方便的方式回来团聚。我们已经有就各方面也都交代，要先做好相关防堵疫情的准备，跟准备相关的医疗药物等等，尤其是对于金马地区。那对于中国疫情，确实一方面呢盖牌，也不让外界知道确实的情况怎样。不过各国都很紧张，因为当初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如果能早一点让国际知道，就不会后来变得那么严重。所以我们也是紧盯着，也希望国人同胞都能够珍惜这近三年来我们之所以能够走过这一个病毒的肆虐，都是因为大家团结合作。病毒是不分国籍也不分党派的，大家只有戒慎恐惧，才能保护国人的健康跟国家的安全、社会的安定。